你好, this is Skill Enrichment Learning Foundation, 2self.org. 你知道今天要拿到大学文凭要花多少钱吗？虽然每个学校的成本可能不一样，但是不管你走到哪里，我可以告诉你，绝对不会便宜的。许多人甚至觉得上大学根本不值得。我不得不承认，如果你要花你未来的20年偿还学生贷款的话，那你真的应该要好好考虑是不是要上大学。可是如果我告诉你，你可以在家上课，不用花学费，而得到一个公立大学的学历，你会不会改变你的主意呢？如果你是加州居民的话，在2015年就读于加州大学必须一年要花33000块美金，但是社区学院的话，每个学分只需要35块。社区学院也有许多的在线课程，你可以在家里读，而且他们承认很多高中的 advanced placement， 也就是所谓的进阶学分，甚至有一些课程可以用通过 CLAP 考试或者用电脑证书来取代。除此之外，加州大学或者加州州立大学都承认社区大学的学历跟学分，而且每年接受非常多的转学生。我知道这听起来有点难以置信，但是请看一下 Value 的成绩单。它的市场学是用通过 CLAP exam 来取代的，然后学校接受了他高中所修的美国历史、世界历史、化学、中文以及两科微积分。接下来的9科课程，它有8科是在网上上的。最后的3个学分选修的课程，它用在微软通过的成绩来取代。所以在2013年12月，它就拿到了它的社区大学的学历，但是他一直到2014年才完成他高中的课程。有了 Valerie 的经验，我相信如果你们要做的话，一定可以做得更好。因为 Valerie 证明他能够同时完成社区大学以及高中的学业，他不但申请到了非常好的大学，而且还拿到了好几份奖学金。因为 Valerie 在社区大学已经完成了所有的准备课程，所以当第一年大多数的同学都在忙着修共同科目的时候，他可以轻松地选他所喜欢的课程。他不但参加了他继续的鼓号乐队，而且参加了社团活动，并且同时主修电脑以及电影。我问 Valerie， 你既然能上大学，为什么还要上高中呢？他说，我喜欢我的学校，我的老师，而且我也不愿意放弃我做一个正常平凡高中生的权利。当然我也不能放弃奠定我未来学习基础的机会。如果他能做，你当然也可以做。千万不要放弃任何一个可以学习的机会哦。